我知道大家跟着我吃了很多的苦，但这就是我一辈子的梦。只要我们坚持这个信念，这梦它一定能实现。拉倒吧，校长，你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呀？那，其实我在正常的机能之下，怎么了呢？吓死你！500、800，我的奖金可以先不发，必须得给我。 你硬不起来呗？去你屋还是我屋？你身上是不是哪儿都硬啊？给我伸出来，姐姐给你放松一下。当年要不是校长帮你，你他妈现在在哪儿呢？你凭什么拿你的道德标准来绑架我的利益？你别太过分！老子也够了！有种你就让他绑着我，那就杀了他！滚！你是你妈的！ 你们都别管了，我来说服他。你干嘛我？Every time John Travolta is in the bathroom in Pulp Fiction, something bad happens. For this and more movie facts, click on more videos or click playlist for more trailers.